没有哎，这个一次都没有过。对对，对对，我们小时候都没学过这种课，哎，包括高中也是。没有，我算是今天算是第一次，对吧？饼干呢？其实我觉得在用那个模型的时候，其实还蛮不简单的。看他们这样子要把那个形状顾好啊，干嘛的？还有蛋糕也是那个，就是点那个什么，点那个挤花，对对对，都还蛮难。那个真的要很细心啊，真的。把它完成了。饼干一开始做的不太好，因为它那个需要控制它把它旁边就是先弄掉，然后把那个形状要固定住，才可以就是有一个好的形状。啊，我一开始都用不太好，所以我就一直重做这样，对吧？然后蛋糕的话还蛮简单，因为它只是要我们就是点那个奶油上去而已。对，这次这个参加这种这个公益活动啊，我觉得就是虽然不是说很大的，就是说很多的东西给他们，就是一些吃的嘛，对对对。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心意，看他们这样子又很开心，又自己看了会也会心里面就感到就是说，你只做这么一点点小小的那个事情，然后他们就会这么开心这样，所以会觉得蛮很值得这样子，对。这是一点点心意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吃得开心。我觉得蛮有意义的，因为平常因为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还要辛苦，所以他们生下来就是得接受他们有这种就是比别人还要不好的条件，然后继续生活下去。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，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借由我们今天这个活动，然后可以让他们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感受到我们的心意这样子，统一的球团的心意这样。他可以带给我们这些学生，然后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。我觉得看到有一些还蛮感动的，就是他们有一些真的肢体不协调的、不方便的啊，对对，就是还是很努力做，虽然不是都没有做的都一样，对，可是看他们的眼神啊，对，和他们的那个声音、唱歌的声音，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。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，可是他们做起来真的很困难，这样，对对对，所以看了也是会有点酸酸的这样，对对对。